谷翔平连三场开轰没连射。记者倪婉君综合报道。23岁的大谷翔平今天继续上演 Showtime， 他在大联盟连续三场开轰是继库斯拉松井秀奇以后的日本第二人，且若是以日籍打者在大联盟第一年就连三场开轰，他更是第一人。大谷今担任天使先发第八棒指定打击，在二局下面对运动家先发投手葛赛特投过来的第三球就开轰，不但为球队破蛋，更是他个人连三场开轰。日刊体育也立刻翻出日籍打者在大联盟的资料，报道大谷是继松井秀喜在2004年9月及2007年7月于洋基时代连三场开轰后的日本第二人，但2004年是松井在大联盟的第二年，若以在大联盟第一年的日本菜鸟来说，大谷就是第一人，且他还是在刚开季的4月就达成壮举。松井秀喜，资料照法新社。